在家随便吃。放入少许的芝士片，和蘑菇汤搅拌在一起，把刷刷肉放入，再放入少许的鲍鱼片，再放入一些香肠肉丸，再放入鱼丸虾丸。把料放入后，开始搅拌，小火45分钟。之后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盘汉榴莲1公斤 RM25。Tomorrow. 学校旁边的 Royak 串。关了。